总算从环神山里出来了，这一路真是走到哪儿塌到哪儿。玉池，你先别动，你眼睛的颜色好像变了。是吗？现在你看呢，是还有什么不同没有？理由姑娘，有句话叫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还是别靠这么近的好。不是很近吧？想什么呢理由？没什么，就突然想起父神，不知道他现在何处。喵，快走快走，你们怎么这么爱往互相看眼睛？这震动你们就没觉得这儿要塌了？快逃命啦，前头貌似有个洞窟，走走快去躲躲。到哪儿塌到哪儿，咱们这运气，这周围一块地方都塌进地底了，看样子现在只有前面这裂隙能走了。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进裂隙去看看。这些妖魔就是从这儿钻出来的，这地方到底能通哪里呀？这裂隙里面似乎有动静，走进去瞧瞧。哎，于西，等等啊！这是什么？好奇怪的人偶。九如塔的爪儿血，他们指尖上的血液会滴答滴答不停地往外冒，所以叫爪儿血。没想到志怪里面记录的竟然是真的。而且行动敏捷，一旦被他们近身便难以摆脱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喂，谁知道，希望被困住的不只是这些看起来就没魂的玩意儿，总不能只有我们倒霉。咦，你方才捡到什么了？啊，没什么了。哎，玉池哥，你别抢啊！以查其迹，天境无境；待以生死轮回外之力，其古迹传立于某，可入幽境。九如塔打的什么哑谜？看不懂啊。你们现在知道当初你们说什么白马关的时候依依是什么感觉了吧？那阿露是知道这信上在说什么？其实不知道，大致就是他们找到什么东西，得到什么力量，就能去什么地方吧。李佑，你知道九如塔是什么打算吗？倒不清楚，不过或许很快就能知道了。他们不是在那地底遗迹里活动过，或许能有所发现吧。
这只毛茸茸的，摸起来肯定很舒服。你们是何人？滚出去！嗷！什么情况？滚，滚出老子的脑袋！啊！看样子这家伙被石浸染许久了，但到现在还没被异化成石怪，说不定还有救。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用那心法，罢了，先试试吧。于西，我来就好。看样子是不行，要么咱们在这儿等着，等他变成石怪再动手宰了，那就宰一个石怪的事儿。这，我觉得他都这样了也没变成石怪，运气这般好，杀了倒逆了天意了。于西，你是觉得这尖耳朵是个特例，值得留下来观察观察？那是自然，难得遇见一个浸染到这程度还没异化的，宰了多可惜。嗯。尉迟，我觉得眼下倒是先将其他石怪和石之源清除了，免得生变故。至于这尖耳朵的，不如留到最后再说吧。咱们可别把这长尾巴的干掉了，他看着挺特别的，说不准石化消除了，这家伙就自己好了。你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感谢你，美丽的小妖姑娘，你在危难中拯救了苍狼卡比，看来长生天还没有抛弃我。那什么，朋友，我们也出力了的，而且既然救你是长生天的事儿，那谢美丽的姑娘也就大可不必了。慕容，你不是都恢复正常了吗？还跟来这一路想干嘛？我可告诉你哦，蹭吃蹭喝绝对没门。哎，苍狼才不会做这勾当，我不过就是这地底下刚塌陷过，路也就这一条，你让我往何处走？不过也就图与你们搭个伴儿罢了。哎，别这么怀疑的盯着我呀，我这要是不跟着你们走啊，你家两个姐姐估计还不乐意了。嘿嘿，我这跟着是叫有自知之明。什么玩意儿啊？难道说悠悠也被鱼姐姐带坏了开始吃？哇哦，太可怕了。